啊，我们现在要声卡，声卡其实先把这里的用一用，我觉得比较好。法夫纳有可能号主会用是吧？天启其实比较少，这几个开不开？开貔貅吧，貔貅好像也不差，就它这本体好像都不差，这还能看一下貔貅。去自选的话，我们就不用了。这儿能开三个御神子30新的卡，30的都很强。我们那个黑龙不就是30吗？就给了狗粮，乌沙斯吃了吧。好，这个狗粮是有的，走你，加64，也就身心能加。把这些都升到，就是这个卡壳卡最厉害的就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再升星，这个主星很难了，我们想升估计都很难升到了。先快速激活一下排行榜，我们是奖励了62的碎片，但是要等4天之后才奖励，这个有点坑的。但是号主在这个区肯定是扛把子的存在了。我们现在是233万，今天能运气好应该能到250吧，因为待会还能升好多星的。稍等一下，前期是我们这个神要够用，但是这个神可能就差这个卡，这很头痛。哦，这是要三星狗粮，他需要吃三星才可以。哎，对不起号主了，这58抽还不得抽起来，然后那个有形胶不得也抽起来啊，主要是那个有形胶不得抽上。对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三星还有这样的作用。好，又出个蝶衣，稍等一下，把这50抽抽了。三少机还行，搞搞装备就有多余的红装了，红装好像搞不来，我能力很差，我搞不出来。夷狄的人族，我现在是蟹族，差的卡比较多，对吧？有形招募赶紧招募完，三星要太多了，但是一次好像只要三张卡就可以升一个五星，差的不多。你看这一次给那么多三星卡，然后背包估计又要不够了。好，没有了。这里面需要充198给35个，就是抽这活动的，各位有多余红装是吧？我们先充个三个，我先把这活动充一下啊！但是他需要等一下，来先拉活动啊！35个应该差不多可以拉拉一轮半，大奖出来一个，好，大奖上面给一个，这个应该不难。哎，啊，给4个神光探员，这是最好的大奖。你看这个背景是红色的，这两个肯定是最好的，这个9星的肯定很好。我靠，这个18没白充，再来一个18，分牌子还有72个。走，金币有点少，聊胜于无吧。大奖走你，抽完的话要去重置一下。其实如果再抽到这个，就可以重置一下这个大奖了。H5 的驾驭一般什么等级开？忘记了。他这个还挺良心的，不像我们斗罗 H5 啊，斗罗 H5 开到下一层消耗的东西就越来越多，越消耗越多。这个每次只消耗一个，再开一个，这个，哎呀，给两个这个还行啊，两个这个还是可以的啊。这是五星的，待会神族提升就有了呀。神族提升其实也给神，就是差这个金币。要不等明天晚上我再把这个金币拉一拉。我们先去睡一觉，明天晚上10点咱再来。接着拉，走你啊！这是4520，其实20个币子就可以拉一轮，抽一个大奖。我感觉这个还是划算的，你看128可以抽一个大奖，抽一轮呢、啊。这个又很便宜，这个游戏3折不到。大哥，你这就没有礼貌了呀！然后他这个要是可以改一改，就是抽到大奖就停了。你看大奖出来了，后面就不要出哦。他一下子就是不需要，哎，他抽到大奖之后，这后面就免费开了。各位，这游戏这一点还是比较良性的，还是比较好。好，最后一个狗粮，哇靠，这个狗粮很舒服。我们这个300万金币还是不够啊，钱还是不够，再抽一轮吗？其实这个东西是挺好的，可以给号主抽着留着。我们要点别的东西就可以了，给我点这个金币，谢谢你了。相当于是我有好多战力都没有提升，哎，又给两个这个，根本不够花。三把给一个自选的，这个自选的有啥用？就是哦，可以选你家的，其实我觉得198差不多，但是这里面能随机两个狗粮，这还有4个狗粮，328这个其实。勉强划算，但是我根本不缺卡，我缺这个金币啊，各位。现在还剩多少钱？还剩291。这样吧，各位，我们就最后两个128干下去，他能不能中，随意，好吧。剩下的就给号主留个几十块钱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再抽这个东西。打副本可以打，我们待会儿看看要不要下来打那些副本，其实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没啥做。哇，这1000万的灵气啊，哇，这1000万的灵气很爽啊。最后再来个128。
索尼，没问题是吧？好 ，VIP 十六了，各位，我就说今天能到啊，各位，这还有个魔王，这个魔王应该比尼德霍格要好啊，但是尼德霍格这个战力比他高，尼德霍格这不就有了吗？这还给一个红色饰品，这还给两个神魔，一个替身来了，然后这儿为什么还有红点？这是充值返利，各位哦，今天充值的哦，金币舒服，可以今天去晋升了，各位。但是我们先把牌子翻完，55抽啊，不是，大哥你翻牌子怎么卡了是吧？这个大哥他卡了，金币副本会给，但是我先想着能不能升到260-70万战力再去打，有可能会给更好的金币吗？等等看，还好，不用重启游戏，挺好的。给个这个。他这个游戏不讲武德，这恐怕要号主自己去抽了。这两个他肯定要抽的。哇，这次运气很好啊！他这游戏还是有点良心。你看大港在这儿就出了，只花了8个币子就出了。哇，又是4个神话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神话，神话只是三系的里面的好卡，并不是那个神魔啊。再给个这个就行了，神可以升是吧？好，先去升神，别的无所谓了。最后18抽应该出不来了，5张卡，5张狗粮，应该再给个金钱石。18抽应该出来了，各位，走！哎呀，出了！哎呀，很舒服。最后一个机会，给个这个都行，好像都不差。哦，给5张狗粮，其实，没有这个好，这个交给号主去弄吧。来，我们现在是有560万，560万其实可以升两个，我们这儿5555，哎，刚好啊，这个肯定现在就可以升，那个也可以升的，各位，9系替身待会儿去选，宁福再来个6系替身，来个诺亚吧，诺亚刚刚已经弄了，就是给他吃的，配点。这儿虽然我还差了一点点金币，对吧？但是没关系，金币副本来刷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儿应该能打吧？我试试看，能打过就给非常好的东西啊，各位。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行，先把这些碎片合了。刚才碎片给了很多，特别是有两个光暗的，哎，给了个加百叶，给了个泥月，泥月不用，剩下的直接合。哇，那么多紫色的，就怕我这个背包装不下泥啊，不行，来个28的，有本事，金属27，很可以了。要是我们不氪金能玩下去吗？能，但是我们不氪金就没有节目效果了，那我们做这个视频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侠中少女啊，这你看出了个28的虎男，就是很强的。好，给了一排，然后特异卡的话其实可以抽一下，也可以给号主留着，我们就抽了吧，装备一下那个能量晶石是吧。好，这儿不太行，就出了一个魔系的狗粮。好，这儿哇啊，给了个米迦勒，这个运气很好了，这个直接给米迦勒，这个运气太好了。这儿其实还能再换的，这个我们就不换了，因为现在我们的卡都不缺了，就交给这号主吧。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，前面30个人加在一起，战力应该是有我多的，不错，咱们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但是不能太骄傲，没有超过他们所有人啊，那就不值得骄傲是吧？这里第5只塔哦，打到477了，差不多。我觉得500还是不要打，万一出个限时呢？到时候号主他又不在，我又不敢花他的钱是吧？不太好。最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所有的种族咱都是第一，这神族我47万，看一下人家的，我的这个狗粮都6万，他们的最高的是5.9万的木箱，我靠，狗粮比别人的这个要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然后你看我的潘多拉比人家这个都厉害，这是很垃圾很垃圾的，潜力好像就只有20，那个稀有度啊，尼德霍格63万，他们可能半个月都追不上，200多万这个战力还是很强的。各位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最后给大家开4张卡。意思一下，牵手。好啊，这个游戏里面黑丝有一些，但是不多。下一个游戏我计划搞一个绅士游戏，到时候里面的这个福利会多一些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啊，今天就先到这了。